嘛，简直系赢波咁样。周鹏，你同我企定喺度啊？点解？嗱，因为咧，就叫咗你即系已经我哋有阿周 Sir 已经讲咗几次啊，对住我，即系教育师斗嘅周 Sir。嗯，喂，周鹏，你哋风中三子，你哋唔好讲复仇者啦，讲到乱晒错晒，我瞓着咗都砸醒啊！我谂系计唔好讲复仇者之外，唔好讲电影之外，波都唔好，波都唔好讲啦。波反而应该讲。哇！我哋琴日真系哇一盏灯咁样喺度，哇几正！佢仲要着住巴塞件外套啊！琴日嗱，大家睇住啦，今日特登着件咩外套翻嚟啊？着翻利物浦啊？唔系，我哋关事噶嘛，今晚睇得到啊？睇唔睇？今晚着住热刺球衣，今晚买亚即士啊！大家识做啦。咁最紧要，你话复仇者同呢一个咁嘅其他嘅捞乱咧，我哋特登讲错嘅，其实唔系特唔特登冇所谓啊，对大家冇悲益啊。但系阿泰呢盏灯咧，佢今日着热刺咧，对大家有悲益啦。啊，热刺一路系咁落飞，嘭嘭声落到系 2.7 啊，2.8 咁，嘭嘭声落飞咩？咪开盘嘅时候三倍几噶嘛，而家落到。今日第一时间问我买咩嘢，我话俾你听，我讲翻琴晚个故事先。我又真系发觉原来 D100 嘅波神咧就系周鹏，唔系即时先，佢一定错噶。佢琴日演绎晒啊，唔系我预测嗰个剧情啊。我讲嗰90分钟剧情系点啊？俾佢讲晒出嚟，一开波几分钟入一粒，系跟住点样反击，点样去出线，俾佢讲晒。唔系咁，你去到2-0系有估叫噶啦，点不知佢真系咁早7分钟入第一球啊嘛？你估中咗嘛？7分钟系咪都话快啲买第一？唔系啊，咁佢踢波永远都系咁噶啦。嗰啲大逆转嘅，通常嗰啲古仔都系好早十，我就唔系讲7分钟，我15分钟之内。咁呢啲以前嗰啲，我睇翻嗰啲球评啊，或者嗰啲教练啊，都系讲噶。佢哋个战略就系头嗰15分钟就一开波就抢攻，揿住嚟砌谷。踢高唔高到第一粒啊嘛！如果15分钟之内入咗第一球嘅，咁场波就有呼叫啦嘛！我点不知佢真系咁鬼做7分钟？仲有一样嘢话俾你听，我今朝早起身，我冇睇啊，我就睇赛果冇嘢啊，我眼花嚟啊！原来有啲真系黑星嚟嘅，可以系唔系我嘅黑仔，我叫黑仔。你知唔知利物浦个龙门咧？之前咧系打罗马。哦，罗马上年反击嘅时候，今年完咗一样。其实呢个巴塞上半场好大机会，好多机会，好多机会咧，好多机会咧系会。做咩你自己自碌啊？打过去听众唔系啊？我因为出边啲同事好紧张 ，parade 咁样睇到嗰个靓仔佬，我话回应你 ，OK， 我知道你赢一波啦 ，OK。我终于输咗10场赢一场啊！因为琴日巴塞喺上半场好多机会入波噶，包括。都话雷斯有一个应该入嘅波，又系龙门救出。龙门点救到几？应该入嘅先啊！呢个世界冇应该噶，冇应该摊开咪4-0咪搞掂你咯。我认我眼花，我哋入咗球嘅啫，要5-1啫啊！我哋要讲一样嘢就系，我哋琴晚咧有个人咧就系买咗呢个利物浦晋级嘅，坐喺度其中一个嗰個就係操量啊！呢啲咪犀利咯，不嬲啊！有呢個博彩嘅運氣嘅，今日爬冷啊，爬冷！今日明明咧，即係我哋講實話，明明咧，我喺好遙遠嘅地方都收到 call， 喂，德哥，你應該翻工嘅喎，今日我有心水，我唔想逗留喺直播室咁耐，咁我嗱嗱臨搭的士翻嚟啦，咪睇個大把話題啦，又有呢個利物浦反擊，今日又熱刺啊，衰得你咁樣講啊！你咁樣講，我真係搭的士翻嚟㗎，你咁樣講啊，真係有問題先？喂，人哋提你翻工啫。系啦，佢唔好提你喎，佢唔好提啊，佢就要翻工啦。搞到头先嗰个 jingle， 佢点 enjoy 量？佢点 enjoy 佢呢个14倍？嗱，买几多啊？大家唔好理，总之 enjoy 个喜嘅心情。你记埋啊，又即系听人讲啊，呢场波啊，起码讲20年啊。佢上一次个 AC 我哋讲咗5年定10年，点知 AC 讲20年啊？反击 AC 嗰次又20年，因为其中第四球咧，我冇睇直播，我净系睇啫。我睇电视咯，新闻咯。啊，新闻第四球更加系一绝嚟嘅。我从来未试过炸低开角球，即刻转身入后，因为开角球咧冇越位嘛，角球嗰个系最底线噶嘛。咁你于是其他啲巴塞行出去啊，揾紧自己啊部署定我要 mark 边个人头槌嘅时候咧，一个射咗入嚟，跟住已经系啊。最紧要就系佢连自己嗰个都呃埋啊嘛，有个准备行埋开波吓，系咩？有个人准备埋开波，系啊，嗰个系气嚟嘅，气嚟嘅，我估一定。仲埋有个波掟入去都系气嚟嘅，连个道具都做埋俾佢。咁你睇到输到3-0作客。散咗啦队波，其实唔系讲唔讲今晚人哋问我买咩之余咧，我讲我琴日一场波睇到人生，
人生，你不是连续输十场主客户看到人生，呢啲要睇人生，反击都是人生，实有大家希望。我觉得写呢场波个剧本嗰条友劲，全部杀晒，因为我估啦，琴日买波嘅人。95% 的人买巴塞晋级啦，嗯，唔会买，放心，之前唔会，因为好低水，哦，低水，低水，低水，直播率低，直播率唔会买噶啦，最多可能买入球大细，呢个都可以入球多数大嘅，跟住琴日巴塞，巴塞系咪受让啊？巴塞本来受让平半，跟住变平手，平手。平手啊，应该点？但系都冇得买嘅，你赢咗三球都系冇得买，都系翘埋对手喺度睇。唔买啦，反而买今晚嗰场。赢一两球啊，都可以啊，即系除非即系烂到到咁样先至去买啊，或者爬冷将我一啲鸡仔猪扒冷。即系好似小弟咁样，走去买咗巴塞罗那，我帮手嗌利物浦啊。因为利物浦赢到第二球嘅时候，我点解睇人生？我觉得原来有啲嘢你唔放弃咧，即系我提一提大家，星期五晚记得去。立法会就是有些事我们不放弃呢，是可能会有奇迹出现的。那是，那我即近年足球我又看少了，看少了很多，因为即可能年纪大呢挨到三点钟顶不顺。反而你说这些叫做所谓大逆转呢，在这个网球界四大满贯呢，是真的时有发生的，输紧两盘，打到第三盘想住个对手赢，应该会直落3-0。赢的仲要第三盘细分局数是可能 hit 住紧，系已经破了 对方的发球，可能讲系4-1啊、5-3嗰啲咧，争一分就可以晋级。哇，真系大逆转喎！追下一分，追下一分，跟住哇搞掂埋对手，呢个第一。第二，如果最经典咧，当年温布顿四大满贯啦，温布顿英国决赛，伊云尼斯域。嗰届攞冠军亦都系奇迹嚟嘅，外加身份，哇！跟住打一下一分，打一分咁啊，攞埋冠军。咁呢啲大逆转咁，我哋间唔中都会茶余饭后睇到。都唔系嘅，你譬如话今个礼拜，应该今个礼拜六定下个啦，今个礼拜六啊，曼城同埋利物浦之争有冇大逆转啊？曼城会唔会和波，利物浦赢波咁？真系利记迷啊，黐咗线嘅。黐咗线啦，会黐线噶。咁嗰日我真系，我话俾你，我一定考虑。买利物浦啊！我考虑会着利物浦件衫去睇波。着利物浦即系去即系我重注亚即士啊？唔系，系嗰个。因为琴日俾我睇到一样嘢，就系你冇买嗰队波，你冇投注，甚至乎你系买咗对面嗰队，你都好担心利物浦。我系用担心啊，因为佢好努力，好努力，佢入到2-0之后，到3-0嘅时候，我哋真系惊巴塞有一粒噶。甚至乎他已经赢的时候我都不瞓啊，是因为我真的担心巴塞有一粒他就输的了。是啊，有一粒都说要他5-1的，4-1都没用的。真的就合入，就算他赢一粒的时候都担心他真的。但个故事就是说原来你没有放弃，因为我近来很憎一句说话，那句说话叫无力感。无力感啊，无力咗好耐噶啦，2014已经喺度系无力噶啦。喂，大佬，你口口声声挂住无力感，跟住你就喺个 Facebook 度 po 你去边度旅行，去玩乜玩乜叫无力感，又继续咁样去做嘅，有啲甚至冇叫招土派咁样，我就呢啲系我最憎听到无力感呢三个字，冇咩力感啫。你日日都起身，日日都要做嘢，日日都要翻工，日日都要屙屎。佢如果无力感啊，唔使讲呢啲嘢咯。咁你即系唔好讲嗰句咯，避世咯，收皮咯，做人收皮咯，隐士咯。你讲到好似你又要讲无力感唔关你事，跟住你又要论证啊，参与评论。我真系最唔中意就系呢啲人，都系佢有个矛盾嘅。如果你讲到无力感嘅时候，其实你应该系嗰啲叫冷处理、冷对待。系啊，你问我归元言居，飞有咗啦，讲都唔讲啊，你都唔理啊，做清谈啊，耕田啊，仲你仲讲你就有紧力，你仲出紧力，你仲出紧力啊，你就死唔断气啊，仲叫大家一齐无力，仲要碎大家一齐无力啊，唔好啊，所以好奇怪，佢哋呢啲政治立场啊，的确系好奇怪嘅。咁所以咧就系呢个大逆转嘅。就咧，相信咧就话快跑速嘅剧本啊，空中三子几廿年都会讲呢场，即系利物浦反胜巴塞，巴塞世界最强嗰队队伍嚟嘅，大佬，巴塞一早唔知几多轮已经攞咗呢个啊西班牙联赛冠军啦，欧联冠军，即系每一届佢都系大热嚟噶嘛，每一届都大热，即系我从来冇见过，即系唔好，即系我球龄唔系好多啊，球龄我都系20-30年啫，即系你讲近呢20-30年。
讲紧欧联，即系包括改制之后嘅欧联啦，即系从来冇一队波好似巴塞咁样，好似话每届都会保证系稳入八强、四强嘅欧联，系咪啊？系咪？你睇下分组赛都埋啲好计啊！系啊，你睇下其他嗰啲。即系英超，嗱英超都好巴闭啊！其实啲球队而家都仲紧系讲紧抢欧联嗰个叫做外围赛资格嗰个席位啫。依家而家又热刺啊、曼城嗰啲打得好嘛，咁依家嗰几头马车，以前啊不嬲嗰几头马车就稳入头四名就打欧联噶嘛，而家都好麻烦。Big Four 嘛，以前佢 Big Four 肯定系嗰几队，而家就多咗一两队加入去咯。系啊 ，Big Six 啊咁样。好似好耐之前阿仙奴。入咗决赛噶嘛欧联，哇！一 check 翻，原来佢创会以嚟超过100年系第一次入欧联决赛。你话啦，嗰队阿仙奴香港都好多 fans 啊，世界各地都好多 fans 啊。喂，一队球队原来系第一次打欧联决赛咋？但你相比起巴塞，哇！好似入决赛好似食生菜咁。系咪先？都四强啦、啊，八强啦、啊，四强啦、啊，好犀利噶，有成曼联啊，有拜仁咁样嘅，巴塞未必嘅。咁嗰啲，譬如你头先提到拜仁啊，喂，唔好讲啊。以前我哋睇嗰啲叫利华古逊、多蒙特嗰啲都唔知去咗边啊。以前都好劲噶嘛，哇难、喂，都好耐冇听过佢入欧联四强、八强啦。其实有冇钱买人嘅问题咯？有啲人好似唔系咁，即使都入四强啦，佢唔使买人。教练啊，话咩劲咁样。教练都要加埋球员，加埋好多嘢嘅。一命二运三风水啦。系咯，同埋夹唔夹嘅，即系讲真呢样嘢，我又会咁样去睇嘅。即系好似当年波图咁样啊，系咪先？又攞教练劲啫，教练劲咯，摩连奴啊嘛。系啊，借渣嘅球员，哇！跟住嗰啲仲要老嘢一扎老嘢，系有个迪高喺度劲嘅。咁咁啱嗰边个系摩纳哥嘛，摩纳哥定摩洛哥，我唔记得嗰队法国嗰队球队。法国摩纳哥，摩纳哥系摩纳哥嘛，嗰队球队嘛。咁喂，咁嗰时又有几个主力咁啱伤咗冇出，咁啊波图搞掂，咁一命二运三风水，系嘛？咁啊，今晚仲有少时间啦，一讲今晚啦。热刺亚即士，点个剧本点啊？嗱，我着住热刺衫，我又唔会鬼鬼祟祟嘅。我话俾大家听，我啊一定会买少少热刺晋级。呢排睇波嘅啫，我就真系冇乜点睇欧联。不过自从听到话亚即士好似话几劲咧，都花咗啲时间去睇翻，即系重温翻啦。哇，队波真系唔系讲得少啊 ！First time 啊，每一脚都系，即系僆仔好气好力，咁啊一脚波，同埋个速度真系好快，真系好快。同埋啲僆仔冇包袱咁，而家贏咗啦，已經入到四強。仲有一樣嘢，嗰班咧今晚咧，佢其實好多之前係英超兵嚟嘅，翻去嗰邊打嘅，即係都叫有少失意嘅。冇啦，英超唔要佢過嗰邊。咁唔緊要嘅，咁打埋個歐聯轉會季開始買賣球員嘅時候，我諗對亞即士都散曬㗎啦，係咪應該啦。咁佢哋從來荷蘭隊就係咁。球會係要賣人。但亞即士都好似喺荷蘭都係第二島啫喎，都未贏到分㗎。而家冠軍，而家冠軍啦，冠軍好耐咯，佢領頭人好耐㗎啦。嗰啲廿歲頭啊，仲要亞即士啲僆仔，好似係出年一定又係佢打歐聯㗎啦。係啊，咁我哋冠軍一定係佢打歐聯咯。我睇翻成隊波最貴身價嗰隊講緊2000万镑啫其他嗰啲系唔值錢嘅，啲全部青訓產品，成條中場線加後防都係青訓產品。所以我咪今晚你俾我睇嘅就我會覺得就係話足球係假得嚟，又用錢堆砌。今晚你亞即士晉級係1.2几啫嘛。咁你2次晋级，咁仲要翻主场喎，即时记住，仲要揸住一个作合一球。系，我曾经信我哋嘅即系另一个波神啊，阿蔡先生，佢同我讲，阿即时好劲 ，first time 一脚咁样。有一次佢喺主场打波一场场，系佢喺主场打对住对波，唔知让两球半三球咁多嘅。我走去马来维睇波，但系成队波我觉得哇，小型球喺度打紧。完全結果好似唔知輸埋嘅，淨係打和添嗰場波。咁唔係啊，咁過一場場嘅。咁佢哋歐洲嗰個足球訓練係佢哋係由細路仔三四歲開始，足球嗰個訓練系統係真係打小型球開始噶嘛。佢由三人足球、四人足球到五人足球，跟住佢哋係令到嗰啲僆仔細細個係第一你要學上腳。咁窄嘅球場，你要控制個波，要有個叫基本功。跟住嗰種叫做小型球，佢係要講緊小組兩三個人嗰個叫組織啊嘛，撞牆撞嚟撞去。
嗰時德國如果冇記錯，有一屆世界盃好神咁早小組賽就出咗局，我唔記得邊屆，咩九八定係2002年，我唔記得咗邊屆。嗰年德國係好早小組賽好悲慘地打完嗰三輪小組賽出咗局，之後德國成個足球係俾人狠批，跟住之後咪搞改革咯。佢個改革就係學而家嗰啲歐洲咁，全部搞小型球，啲僆仔全部三四個踢咗先，跟住隔咗十零年之後咪收成咯。嗯，係咪先？咁講翻啦，阿即士同埋燕豪芬咧都係得80分嘅，都係第一、第二嘅，唔係贏好多嘅啫。即係仲係丁都係嗰要分心，要佢都係嗰兩隊嘅啫。當然西班牙都係嗰兩隊，英國有六七隊咁樣啦。有烏德勒支嗰啲啊嘛，有全定啊，嗰啲唔入流。个地方名嚟嘅，地方名都唔入流。用啲地方即系等于香港咧，有南区啊，有元朗啊，有大埔，系咪大埔攞冠军啊？系啊系啊系啊！今年大埔攞冠军，唔知相隔几多年之后，大埔又攞冠军。不过就你大埔喎，唔系。不过咧就有啲听众都问我大埔和富大埔攞咗冠军点睇？咁冇啊，我就已经几年冇跟和富大埔啲足球啦。点解咧？一样啫。因为他的赞助商和富企业是蓝丝来的。是吗？啊，蓝丝来的。那没有了，那没大把波，是不是？除了拉面店之外，有哪个商业品牌不是蓝丝啊，鹏哥？那不看了嘛。就是，你所有商业品牌是一个够胆走出来企的，就是如果四二八那段时间的话，喂大佬，其实拉面店应该你帮衬下啦。你们个个是这样，我就在 Facebook 讲过，大家搏命去铺这个拉面店的时候，哪间拉面店？冇限制嗰间，我哋游行紧嘛，突然间有间拉面店就话横下都冇做啊，印咗几张 A4 纸。佢唔系突然，佢一早琴晚已经系贴咗落嚟噶啦。印几张 A4 纸粘喺度啫。我上次游行，即系我即系反对呢个逃犯条例啦，个立法啦，咁样修订啦，咁样。咁就大家一窝蜂，一窝蜂话点，你话点点，边度有一窝蜂咁犀利啊？咁我起码斋讲，冇人去啦，我未去过，我话去啊，我都未去过。唔系个问题，讲嘅啫，支持佢啫。基隆茶餐厅，阿 Cat 姐为呢个社运为咩做咁多嘢，喊咁多嘢？我从来冇都，我从来都冇真正有人去提过佢嘅派发。有大把人，我有采访添，你都有采访，你都系咁讲佢咩咩？点解一个社运你哋哇？电视新闻都绑基隆茶餐厅呢啲冚棒都黄色标本，咁有咩唔妥啫？即系大家讲佢，咁啊冇人帮衬佢啊？唔系冇人帮衬佢，而系点解会大家好似当咗呢间面店系神咁样啫？佢即系咁，你又当基隆茶餐厅，你又访问基隆茶餐厅，我觉得佢就系一样嘅啫。基隆茶餐厅系因为我哋节目讲香港人物，我觉得贴题做啊嘛。咁嗰个你都可以访问个拉面店。即系觉得大家好似话谢霆锋啊，佢好嘢啊，佢唔咪嘴唔 memo 啊，佢自己唱 live 嘅，大家觉得佢系神咁。哦，应份呢个另一个方面嘅话题，一个政治啊，一间商业铺头去讲政治嘅立场啊嘛，你边个咁？咁讲啫，冇人咁讲。系啦，好敏感啊，唔系嗰啲叫做系避而不谈，即系唔讲啦，唔讲系啦，就唔好似你好高调咁样贴八张 A4 纸喺门口啊嘛，好高调噶。而家未死得嘅，即系好多人担心佢会死得，会死得啊？会唔会个业主加租啊？等等嘅。我觉得个业主更加支持佢暗底，因为佢本来都减佢租啊。你即系业主又好嘅，你明唔明一样嘢？其实香港你真系一般般嘅咋，你唔系觉得支持民主嘅好多人先得噶？有个人出嚟，咁首先一样嘢，而家呢样嘢你哋话一个政治，所有呢个逃犯条例。其实是关于一般所有人都有机会的事来的。咁你唔好将佢变成淨係政治。呢个严格嚟讲你可以改民政治。严格嚟讲。众人之事一定是政治来的。严格嚟讲甚至无民生化，突然间大量个女人。佢冒认或者佢做一张结婚证就话你香港重婚。点啊，返唔返去呢？要唔要你呢？点解香港，我上一次都讲，点解香港咁多人被人呃1000万你都肯俾个人。可能佢真系个身里边真系身有事，第日咧就揸正嚟做添啦，真系可以原来介你翻去嘅。休息阵先啦，咪又问你啲问题啦。
嗱，讲咩咧？嗱，唔好阿蔡介绍，我都出嚟讲下啦，就系讲经济啦嘛。唔系讲复仇者咧，我想听你讲复仇者。我想讲金融啊，即系系嗰个，梗系又跌啦。我今日咧，即系啲财经节目咧，我专登睇嘅，话睇即系朝头早咧最好吸收所有知识咧，跟住然后夜晚咁翻晒出嚟咧，当系自己嘅秘笈。不嬲都系即系睇书，即系都系一样嘅啫。消化咗之后，唔通你会作到自己会考究到出嚟咩？我哋都系梳理一下嘅啫，都系。我听到一个财演啦，即系财经演员，即系财经分析师，好即系啊！哇，你戴晒头盔喎！啲财演同埋财经分析师两个世界嚟嘅，即系好有实力啊！由我细细个已经做到而家，佢又好大只，好科嘅，咁大家估到系边个啦啩？即系成日举嘢啊，系咁举嘢，咁都唔知系边个财演。我哋嗰个就睇风水嘅阿哲啊嘛，系啊，系啦，阿哲啊嘛，阿志啊咁啊知嘅，佢咧就佢讲一个。叫观察出来，我觉得叫他说每一个月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呢不会在一两日之间，就是说是有个趋势的，去到最高都有两三日跌跌跌跌跌才找回最低点，于是呢是应该是大跌了1000点之前那天是最高点，于是礼拜一就大跌了，于是呢他就说虽然星期二反弹他就没有理由最低点已经出现了，你不如其实呢条友咧，我你可唔可以早跌之前讲咧？唔系，佢都有啊，早跌啊！你早，你唔使早，你早一日讲得噶啦。跌佢应该讲咗啩，系嘛？唔系佢都八九点早一日都唔系，即系换言之，即系你三点今日三点咧，你讲听日点样得噶啦？即系帮忙你啦，唔系谂你啦，唔系佢嘅意思咧，即系我哋即系懒系啊，沈大叔啲，我哋夹唔系俾 number 嘅，我哋教大家分析，因为咧话会跌咧。不会跌一日的，哦系，唔会即刻咧咁快速咧咁快 recover 呢、這个，即系可能会有，即系世界大逆转啊，咩、哦、踢波会有零七年嗰年咯，零七年啦，零七年啊啊跌唔知六七八，跟住第二日佢去到萬二点，跌到差唔多萬一萬二，跟住爆上三萬一，唔系跌好多，嗰年系跌好多系，跌好多一路走势跌几日几日啊，跌几个礼拜，但系而家系跌咗一日啊嘛，跌咗一日之后你搏反弹咧，琴日升咗少少，系死嘅百几点啊嘛，系死嘅。咁意思咧，佢嘅預思咧，即係話最高點同最低點咧會相差三四日先至出現嘅，即係呢三四日即係會即係。誒咁，我即係星期五要轉一轉啲 NDF。預示緊未來咧都係會應該啦。星期五更加大鑊咯。佢跟住咧，佢就係今日嘅夜期，你今晚夜期咧就係再跌多199點嘅預示咧，即係預示啦啊！聽日星期四再會上上地上落去咁樣啦。咁啊換言之咧，即係話跌咧嗰啲叫陰足咧會有兩三支一路。累積喺度，佢有啲好契弟喎。我記得嗰啲係通常跌跌兩三日就升翻少少，又再升少少，以為咧就止跌會升，死貓蛋啊咁樣講嘅，跟住再跌嚇，係啊呢啲我哋話定俾大家聽啦，因為我哋係冇牌嘅。阿老總亦都話咗俾大家聽咧，唔好信我哋，亦都我哋唔俾 number， 千祈買對家係最好噶啦。係啊，我哋一開波已經有個聲明啦，五則聲明啊，我哋又唔係財經節目，只不過咧係財經觀眾嘅節目，我哋係純粹。一个观众在吹水，嚟到讲出呢个财经咁样，咁啊大家咧亦都系星期一都讲过啦，咁大家 M P F 咧好大件事嘅，即系跌咗夹埋1100-1200到啦，相对30000点1100-1200，3-4% 到啦，冇10% 3-4% 到啦，要3000点先至10% 嘅，3-4% 到啦，咁都好大噶，因为相对大家而家嗰个强积金啊，40000-50000啦，有越累积越大噶嘛，由2000年去到而家20年啊嘛，每年20000都。40000啦，你再有当你每年增长3%啦，其实呢个系好差噶啦。咁 M P F 都冇添啊，系啦，冇三个，系啊，冇期望就60%噶，佢能犀利噶，系啊，佢能够保本啊，佢能够保本都已经系啊，3%好犀利嘅，廿年3%，60%嘅60%累积起嚟，话你即系几乎多一半。唔系，所以又系呕血嘅。我好耐之前啲人就M P F 系，即系唔讲又讲，又重复嘅无限 loop 啊。嗰时啲人就讲嘛。由2000年開始實行 M P F， 同一筆錢當你係買嗰個叫做乜嘢基金、物基金，跟住同一個等值又係月供嗰個叫盈富基金，因為其實佢哋嗰個結構差唔多嘅。咁啊，盈富基金每年係派3厘息添，咁仲有啊行政費0.05%。咁啲人計過咧，即係同一個嘅價錢喺投資 M P F 同埋盈富基金嘅時候咧，盈富基金咧就係贏一條街嘅。
即係唔好多啊，學阿德哥話齋，每年有大概3-4% 嘅回報咧，你複息上去好犀利㗎。你知唔知好早幾年之前我睇啲人話，即係好似常年添。但係呢個係奢望嚟，你講咗咁多，即係買樓都係4% 回報。MPF 係俾唔到我哋呢個每年3-4%，一出輸通脹啦，你樣樣都係咁樣啦。你仲有輸機會成本，你個實質係冇3-4% 啊嘛。你只係睇翻自己個 MPF 嗰個增長有幾多先得㗎？會唔會譬如話我哋就算喺呢度啊，計呢度就泰哥你自己去計啊。就算喺呢度，你唔知你點樣褪啦。呢度五年啦，叫做工作五年。譬如話阿周鵬講嘅3%咧，你唔好話複息啊，五年嘅3%、15%，你睇自己嗰嚿嘢有冇增長15% 啦。咁啊係，好彩我就自己調撥啦。我自己調撥就睇翻，因為我已經鎖咗嗰個叫回報，變咗做嗰啲保本啊嘛。咁啊等佢個股市即係 PK 我先轉啦。都有30% 回報，但係嗰個係要自己要好勤力望住個市，要調下啊嘛。30% 你真係喺2009年嗰陣時，因為又突起咗上嚟嘅，咁犀利啊嘛嗰陣時。我係一個機會咯。有輪我哋唔係喺度風中開市，咪喺度玩嚟玩去。唔係，大佬一夜沉咗落去咪。係啊，係嗰下咯。即刻風中開市收皮啦，冇聽開市啊，開市。咩風中收皮啊？懶係勁咁樣，早又做嘢又做啊！咁呢啲都系啊，又讲廿年啦，5-6年之后又讲黐筋嘅，喂喂，你谂翻开始，哇！嗰时风中开始啊，泰哥时未加入，哇！系咪8点钟啊？唔系9至10啦，阿 Kenny 又喺度，肯尼又喺度，9至11啊嘛，9至11喺呢度做完节目，哇！嗰时3个钟头啊，仲要。唔記得啦，噴呢啲咁，係啊，啲聽眾一定記得噶。哇，好似3个钟头，係啊，噴完上晝3个钟头口水咧，跟住喺出邊恰一恰咧，夜晚又入嚟再噴過，再做，你知唔知啊？泰哥嗰時做到咧，因為嗰時就。老細又黃恩浩堂，你哋上晝又頂，夜晚又頂，每日做5个钟头節目，未計反斗歷史啊，5个钟头節目，你哋自己輪啦，3日半好似太受歡迎啊嘛，太三日半，哇，阿泰哥你知唔知啊？當我係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做埋星期四上晝，咁就可以休息啦。哇！我做到好似星期三上晝，我都已經唔知道自己講緊乜。你個腦可以塞咁多嘢落去就五日節目啫嘛，5个节目啫嘛，理論上係嘛？五個啫，你點分任你分嘅啫。3日半嘛，係啊。5个节目啦，總之五個啦。你可能攤4日做啦咁樣。我就密集式1、2、3，哇！去到星期三上就已经黐咗线，唔知道自己讲紧乜。有时朝早，有时夜晚啦，乱叫晒，咩都讲下啦，复仇者都讲下。所以啲听众真系要包含，真系会讲错嘢噶，个脑已经闭塞晒啊。但系德哥，你嘅记忆系好啲啊。咁我睇翻而家，因为我原来公积金一路都会有掟嘢俾我咧，就话好啊。我2018年。弱弱得噶，唔使讲咁大啊！十二月嘅时候咧，就发觉系咪嗰阵时系 drop 得好紧要，跌得好紧要？2018年12月，即系上年12月。12月啊，嗰段时间系咪突然间？唔系好突然，一路落咧咩？一路落紧啊嘛！贸易战啊嘛，3月一路落到12月度啦。咁因为而家最近，但系我好怪啊，到今年2019年3月29号咯，突然间咧由个投资又你头先讲系几多个 percent 啊？3% 咯。3%，我有成6% 增長咗。你係3个月啫嘛？你講緊3个月咪去到3月29號升，突然又彈翻嚟，又升咗。因為你咁都係跌咧，都係啊，而家跌啫嘛。啱啱跌啫就貿易戰啊嘛，貿易戰。你睇呢個香港嗰個咩基金啊？香港嗰個基金佢都話。升好多，升好多，今年年头升好多，升翻去30,000点啊嘛，升翻30,000点系升好多噶，所有嘢都升咗好多噶，咁但系而家升咗好多系，但人都冇加过。呢个听到嘅，我谂有人听到嘅，冇嚟嘅，希望佢听到系嘛，系咪咁啊？你衰啦，你讲咗你6%啦，你强积金有6%啦，得你投资有道啦，得啦，大哥，嗰度得几百蚊，大家都好似几百蚊，嗰度几百蚊6%，冇乜帮。
手嘅，帮唔到手，帮唔到手，帮唔到手，买啲热刺咯，六到六，即系啲我啲听众都好嘅，第一时间话要我买我对面啊，提一提我啊，咁样诸如此类，多谢你咯，我又讲多谢大家，即系大家听日多谢我啊，多谢你啊，听日多谢我，我特登啊抄笼底抄翻件热刺嘅球衣出嚟着翻嘅就系，梗系啦，你大只咗喎，应该呢件窄身好多，呢件扮哈利简嚟嘅啫，贴身特别贴身嗰啲咧，唔系嗰啲好，我着球噶，所有球衣都贴身嘅啦，人哋惊，你知唔知点解贴身啊？惊人掹佢先啦，你贴晒啊，跟住又啊，好好弹弓啊，高弹弓啊，系啊，跟住又出晒汗啊，掹都掹唔到件衫啊，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经济上啦，同大家身材差啲都着唔到嘅呢啲。我身材好差嘅，但我都硬着嘅啫。呢个世界要俾自己信心啊！哪管你好肥，诸如此类，系嘛，都话自己话好劲，系有六嚿嘅。不过我头先讲嗰句说话咧，都会俾啲女权 L 标会柄嘅。又讲乜？又你边句啊？唔系啊，即系话喂，呢件波衫咁贴身，好黑人着咧。即系你知嗰啲平权 L。哇！你咁即系定型男人啦，边个话男人一定系要六嚿腹肌、两嚿鸡扒喺个心口度，要有人鱼线嗰啲先叫男人，先叫靓嘅身形嘅咩？肥唔得噶，肥有罪啊，肥有咩问题啊？你咁样系物化男人、物化女人、标签男人、性别定型，你法西斯人渣，即系佢哋系咁样噶嘛？我反而会觉得嗰啲人讲啲人系自己冇自信，系要人哋奉承你啊！即系我要下下有人嚟侧边讲，肥丑唔重要嘅，有肚腩咪有肚腩咯，可能仲靓仔啲。喂，你有乜嘢身形？你有咩嘅？你自己认定，你自己觉得 OK 咪得咯。你觉得唔 OK 嘅，你就去跑步。你觉得可能影响你健康，并唔系下就话人哋话咧，你就话我歧视你咁样，我又觉得好辛苦噶咁样。同埋讲紧客观环境，喂。即是你不是要去到那些叫做阿洛舒華辛迪加那些的身形、也都不要說去到米芝蓮那些這樣的身形、喂，如果從美學的角度，其實那兩樣東西都是極端來的嘛、是不是？即是看下去，即是不是真的可以做投票的，你有 幾款、十款、八款的身形，給女士選又好，給男士選又好，咁係有客观准则㗎嘛，譬如大家都会公认话李小龙嘅身形係靓嘅。我唔俾你揀添。係咪钢条型？係咪先？咁我都唔係好明白。咁我话我鍾意六嚿腹肌，我有人鱼线，我手瓜起展，我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呢种身形我鍾意嘅。咁係我嘅问题嘛。咁但如果你对住啲女权或者平权嘅人讲呢啲说话呢，佢就会话你係迂腐。话你俾人洗咗脑，呢啲系叫做资本主义社会，佢哋系点样系透过电影啊、文化影响啊，去塑造嗰啲叫乜嘢叫男人嘅角色，乜嘢叫好嘅男人嘅身形，咩叫好嘅女人嘅身形啊？你其实你俾人洗咗脑啊，你唔知啊，你如梦初醒啦，唔该你。是不是白痴啊你？你自己企你自己态度，唔系我嗱，千祈唔好对入咗。即系你唔中意睇嗰电影，你咪唔好睇咯。我系啊，你讲我先。咁Marvel， 即系你唔中意睇 Marvel， 咪唔好睇咯。我真系老讲，我睇完之后，我亦觉得我都唔知为乜。我觉得你如果话剧透咧，我死全家吓，咪仲未解禁咩？解禁咗啦 ，Iron Man 死咗嘛？我个问题系，你做咩话要剧透死咩啫？你咪唔听咯。咁你睇到噶嘛？喺 Facebook 度睇到嘛？我觉得咧，我都系比较大家当中，我比较中意睇呢个 Marvel 啦。我觉得四真系唔系咁好睇，三好睇过四好多噶。三有啲故事，三有幻影出咗嚟嘛？有个一则啦，亦都知啊，个灰龙咧，第一灰龙系啊，灰龙出嚟，灰龙出嚟啊嘛，劲啊！你四有惊喜啊？四剧透得啊嘛？咪俾人死前家？唔系四，唔系冇落过呢个咒啊？唔系由自己出发，即系我哋自己讲。佢四系继承三个古仔嘅脉络啊嘛，咁其实大概会估到个剧情会发展系点啊嘛。但系你唔似三一出嚟无啦啦，唔知咩无中生有，无端有个灰龙，Iron Man 咁啫嘛，因为我中意 Iron Man 同埋女神嘅，即系嗰啲要睇个漫画先至知嗰啲堆嘢，先会知个故事。否则你入场斋系嗰啲观众嘅话咧，三嘅时候真系唔知啊，做咩有六粒宝石啊？点解咁宝石手套啊？点样啊？唔知做乜啊？唔知做乜嘢噶？咁但系你睇佢会明噶，一样会明到噶，系会明咁。但系三岁个吸引力创意嘛，好好创意好多，因为佢系新桥啊嘛。唔系，其实佢一套新桥啊嘛，即系好似 Iron Man 咁，一开波我最中意第一集嘅。啊，系第一集。Iron Man 永远我觉得最好睇系第一集，
条友俾人捉咗，俾恐怖分子捉咗喺个山窿度，山寨版做山寨版嗰个诶呢个咩嗰个系啊，跟住第一个圆形机银色嗰只盔甲，我最中意嗰只嘅，跟住之后先变咗做红色啫嘛。咁喂，咁去到第二集、第三集都已经唔好睇啦，系咪先？即系又系打大佬啊，有个劲嘅大佬，跟住出咗嚟。就是个都是个故事，等于第四集开波就已经介绍俾你听，我哋系会做玩咩噶啦？我哋玩时光倒流，我哋玩入时光，所有嘢。喂，我知道晒你个故事，系跟住你就系一轮系话你啲打来打去，即系好老实咁。不过我谂会好过美国队长三，因为我早排睇翻美国队长三，哇，又唔知你又系打来打去，两班人喺度打嚟打去，唔知做乜，又系同前苏联嗰啲特工啊，话有啲咩唔系诶特种部队有关啊，又系嗰啲。美国队长三都有一样嘢佢嘅决力。原因原来是因为 Iron Man 的老豆老母那个、交代了老豆老母交代那里我们都还可以知道一些、原来有些故事性的东西四我最欣赏或者我最期待呢就是一个轻色的美国队长回去那个时光旅程里面跟他的女朋友那个故事因为他有个能力嘛他的能力加上在那个里面那个拍拖的感觉这个我反而想很想去看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拍的、这个就是、Marvel 都说之前说当他拍第一套戏的时候人们看死他笑他嘛因为你搞漫画搞漫画搞什么电影啫蚀 Q 死你啊哇点不知我昨天节目都讲了香港十大票房世界啦，唔使香港。我就睇下嗰，因为嗰个报纸就系讲香港票房纪录啦，十套，有三套唔系 Marvel 系列嘅啫，其余嗰七套都系 Marvel 系列嘅，你死唔死？潮圣啊，加埋有五六亿。哇！即系香港啊，单香港市场啊，你话我又计大陆啊？我反而想问阿德哥系唔系剧唔剧？临尾今次系咪冇彩蛋嘅第四集？啲人话冇噶，我都觉得好似系冇嘛，因为已经系破天荒咁样。三个钟头嘛，其他以前睇两个钟头，两个钟头都已经咬咬声啦。你而家三个钟头，系咯，我就见佢一轮之后介绍完之后着灯，因为通常我真系因为知道有彩蛋嘛，等戏院着灯啦，我哋先至离开个位噶嘛，好乖噶嘛，啊啲住系。即好似冇，咁冇噶。咁你復仇者入面都有好多主角可以獨立再開戲噶嘛？譬如因為其中一個我好中意變形合衣嘅，因為變形合衣其實佢真係佢先拍咗先咗出嚟啊嘛。好早其他嗰啲已經有變形合衣啊嘛，所以你而家再拍佢，究竟你係自己創作一個故事啊，定跟漫畫咧？所以佢又未被考虑拍电影的，同埋啲形象未必咁讨好。因为始终是 Iron Man 最吸引啦，点不知嗰个主角系唔肯拍啦嘛，咁一定要写死佢。咁佢都话唔拍咯，佢都三四套啦，唔同啊嘛，你唔同蜘蛛侠啊嘛，蜘蛛侠系啊，蜘蛛侠咧可以第二个蜘蛛侠啊嘛，变埋变去蜘蛛仔啊，死僆仔咁样，换咗几个啦嘛，你 Iron Man 除咗嗰个，你跟住冇噶啦，深入民心冇啊，咁你蜘蛛侠就真系可以拍几个，蜘蛛侠好似又嚟啦嘛，女神咯。雷神就因为我啊中意佢由锤仔变咗做斧头之后嘛，系咪咁啊又可以再拍咯？会咁一年一连串佢都无限复活就系咁拍，预告晒嘅你咁即系永远都系啊拍到啊唔收得为止嘅呢、這个世界上。但系点解点会啊？星球大战拍咗几廿年都而家都仲拍紧，系咪先主？都系十套到啫嘛，星球大战系咪啊？但系你而家但系单一系列，佢单一系列，单一系列都有几个啲咩 Jada 啲咁嘅诶，唔系佢前传乜机咯？交代黑武士的背景咯，嗰啲咯，屈機咯，外傳咯，外傳咧，仲有最近有一套係咩講嗰個啊哈里遜福個後生版嗰啲，係咯嗰啲咯，嗰類咁咯，係嘛？啊，反而佢又唔翻拍呢個奪寶奇兵，奪寶奇兵咁收都應該重拍啦。哇！呢個 Doctor Jones 嘅前傳，嗱佢僆仔嘅時候究竟點樣咧？同個老豆點樣打交咁？即係你知啦，唔係嗰時我記得嗰時喺中大上考古學第一堂嘅時候，個教授就已經講個話題就係大家有冇？睇过《夺宝奇兵》啊嘛，因为大家就系《夺宝奇兵》嗰啲咁样嘅嘢就套咗落考古学嗰度，大家以为考古学就好似嗰个阿钟博士咁样，其实唔系啊嘛，考古学话喺个西嗰度系闷到阿妈都唔认得，系咁西啊，系啊，好天晒就落雨淋，闷到阿妈都唔认得嘅，一个一世人对住嗰啲咁嘅烂鬼石头，嗰啲嘅瓦片系真系一世啊！有时三代嘅学者对住嗰个咁嘅烂鬼青铜器，
才研究得出结果。三代人有兴趣咪得咯，等你个对住堆烂泥咯，对住堆烂泥系咁坐，系咁坐，对啲泥坐啊，要强啲话，冇坐好耐啊。但我想即系问问你，如果我翻嚟咯，其实你有冇比较过？点解系咪 DC 啊？讲嗰个 DC 啊 ，DC 同系点解 DC 好似冇呢个即系呢个 Marvel 咁劲咧？唔系都一样好劲噶，唔系超人系列嗰啲好犀，超人好犀利啊！但好似 DC 系 Batman 啊咁样 ，Batman 你好多啦，小丑啊拍完又拍完又拍，佢真系六十年代一路已经拍噶，有即系你都知道李小龙系 Batman 嘅助手啊嘛，清风嗰阵时已经都拍紧 Batman 啦，好多 Batman 噶，即系又系一大堆咁样噶，咁跟住超人又系一大堆啦，超人你都见过，但系佢而家一个 DC 系列咧，就而家超人夹埋 Batman， 以前系独立一个做主角啊嘛，超人得超人 ，Batman 得 Batman， 但系喺件 Marvel 哇，嗰都一堆人系咁打来交叉，一大堆人唔系一大堆人出嚟咧，大堆头咧吸引啊嘛。咁於是咪又自己又 DC 一大堆人又喺度咯，即大家都喺度抄橋啦。如果咁樣講嘅就咁，佢本身已經有古仔大綱喺度啊嘛。你大綱已經有幾廿年積錄，唔係大鑊，因為你睇由你嗰個講成績嘅啫，講票房嘅啫。係梗係啦，梗係啦。十大裏邊冇一套係 DC 嘅英雄系列嘅。我要點解唔失敗？因為佢琴日見啦，周排睇到啦，冇 Marvel 系列嘅。全部 Marvel 系列多噶嘛，冇 DC 系列嘅，冇噶冇噶，咪咯，呢个真系 DC 都一样好睇噶 ，DC 啊，我最中意而家最新嗰个神奇侠咯，系咯神奇侠咯，神奇侠即系索唔索啊？嗰条索啊，索唔系索唔索啊？你呢个讲法已经错，唔系啊，嗰条有几索啊？有几索个程度一至十啊？索就肯噶啦，肯定噶啦，肯定系索噶啦。所以咧，佢哋即系嗰啲荷里活，嗰啲荷里活啲电影商啊，即系唔知系个女主角定点样啦，即系。唔知食锤滋味啊！佢点解唔即刻再拍咧？即隔咁耐，哇！大家掉晒瘾咁样咁，仲要嗰人会老噶嘛？系咯，会老噶嘛？即系等于嗰个诶，黑寡妇，黑寡妇最早期哇，仲而家相差十几年啊嘛！我怀疑佢整过容，我睇翻佢后生啲相咧，嗰啲核突啊，黑寡妇啊，呢啲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啦，睇一睇住。但系十几年之后，你再嚟先至再拍黑寡妇嚟到啊，领军做咁，点解唔？即我哋又唔系投资者，拍密啲，佢应该系一签约咧，就一签四集，拍密啲拎出嚟正啦，唔系佢可能啦，可能嘅市场，譬如话神奇女侠。大家覺得正神奇女俠又係好舊嘅，大家知道又係好嘅。Wonder Woman 一定以前又一路好多好多我做過添，好多做過。佢個女超人都正啊！如果變做電影版，即係而家喺啲細路女嚟咗，你係覺得正啦。但係真係神奇女俠真係個個都話好睇，但點解唔知又冇又冇專家嘅啫，跟住冇得睇啊！真係唔係故事難拍定係點咧？神奇女俠咁人哋寫嘅，咁個女主角係以色列人，你知啦，以色列人好串噶嘛？你揀咗佢啫，你一揀撩高嚟賣。學真話，學你話齋，即係簽定四部戲嘅，一簽就簽四部，你唔可以拍其他戲噶啦。即係好似當年拍魔戒咁，冇啊個導演阿彼得·杰森，喂冇啊一拍三套啊，九個鐘頭啊，冇得走啊！你哋拍十年八年噶啦咁樣，係咪先？咁啊，我好似哈利波特咁啫嘛，又系休息一阵睇睇《人民武士》咧，赢啊有位置，又跑紧马，今日跑马，今日泥地赛，有少少贴士，呢排我少收贴士。